星条冰中野奏。沉浸在历史的动荡当中，是按照1516年的三头马鞭钟，人界宝物的天守博物馆。三头马鞭钟出土于湖北省随县宣化带龋齿形的古木结构钟架上。整套钟钟音乐辉煌，距今已有2400多年的历史。是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发现的先秦编钟里规模最大、数量最多、铸造工艺最精、音乐性能最好、保存最完整的一套编钟。它的出土改写了世界音乐史。正中间一口叫国钟，全套编钟12个半音齐全，每个钟都可以发出两正面敲出来的叫正鼓音，侧面敲出来的叫侧鼓音。边际音色清脆悦耳。首先，请欣赏古乐合奏短歌行。
它音色纯净，旋律优雅，音域宽广，表现力极为丰富。古燕国作为春秋时期吴国的一个属国，在太平时代也常常是乌鸡压酒劝客尝，吴娃双舞醉芙蓉。回燕城，今晚神秘的吴地美女从燕城古老的山水中走来，她们环绕编钟翩翩起舞，奏演出一片安乐祥和的远古神韵。Thank you.
Thank you.